八月六日 ，TFBOYS 演唱会即将开始，彩排时几人眼泛泪花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三小只都是素颜出镜，王俊凯和王源戴着帽子，四字弟弟蹲在边上，看到三人脸上的笑容，瞬间让人回想起当年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不少团粉直呼破防。此外，团队官方还晒出了三人跳舞的画面，能够看到，即使很久没有合体，但他们的动作依然非常默契。还有网友晒出三人彩排时眼眶泛红的画面，不得不感叹，时间过得快，转眼间三小只已经走过了十年。三小只从当初的少年成为了如今的青年，各自在娱乐圈都发展得相当好。有网友表示，看到他们再次合体，好像在怀念自己的时光。而三小只的粉丝也相当疯狂，早在前两天，粉丝就提前蹲在广场上，已经连续蹲了两天，在太阳底下蹲两个小时都会受不了。对此，很多网友都表示太过离谱，或许这就是追星的意义吧。身为普通人，没有融入进去，确实很难理解他们的感受。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you